重头戏来了，我们要主动攻击邪恶阵线。炸乱那些飞船，别让他们干扰我。我需要时间让克拉克朗复活，拖住他们，让天空布满怒火。只需要再一点时间，所有人飞到天上。瓦拉雷德对上托丽莎。有人叫我守护这座城市。怪物，我会在空中把你击落。我乜都唔惊，除咗老鼠。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墓。我
就是你们的预备，瞄准。你后面有怪物，终于值得一战的敌人。会为你复仇。真相就在死亡之中。你后面有怪物。火焰弹来了！背刺！背刺！没事，后果是我的。背刺！血流遍地！这可恶的爬虫！可恶的爬虫！解决他们！血流遍地！可恶的爬虫！解决他们！雷导，唔欢迎你啊！雷导，解决了！唔欢迎你啊！可恶的爬虫！城市了，尤多拉，你在吗？炸了他们！滑流号对上翱翔号，我要在天上画一条线，所有人都不准跨越。快转向，有艘飞船在我们和城市中间。准备干粗活了，交给我。
力支援。总要有人带头先出。准备干粗活了，犯了个错啊！他在对我们打信号吗？打回去，用最粗鲁的旗子，把能用的都搬出来。交给我。乖乖人笨蛋，这就能派上用场。有人带头先出，
个笨家伙会把宝物都藏起来了。我爱飞翔。军团，稳住大火，我们是最后一道防线。我尾巴都炸毛了，有好多龙啊。尤多拉，别让他们靠近，我们只差一步就要赢了。你那一步可以走快一点吗？别放弃，只要再撑一下就……什么？哦，拜托，是可恶的时间龙。所有人上甲板。拉法姆，外面的龙比不是龙的还多。我相信你，尤多拉。毕竟其他人都被吃掉了。好啦，好啦，或许我们得耍点小手段。这我在行。都是拉法姆，你可以的，尤多拉，应该了。我从这里只看到一大群愤怒的龙族，我得找个新的邪恶阵线，这个烂透了。在甲板上放鬼雷，让大炮全力开火，我要让这艘船变成龙族的死亡陷阱。所有人就位！拉法姆，你的超级计划进度如何啊？不准催超级计划的进度！我说完成了才算完成了。先出。
的梦境就是你的梦魇。哪个笨家伙会把宝物都藏起来了？我爱飞翔，最喜欢风吹的感觉。等等我！等等我！交出宝藏！饶我！抢走装备！抢走装备！我们被发现了！生了，蜡烛给我生命。我需要支援。准备看我表现。我的全身充满力量。先捅再砍，占领这艘船！空中海盗来了！必须阻止腐化。受够！我不干了。下次你要组什么邪恶阵线的时候，去找别的海盗吧。有多了，不要走。你还可以赤手空拳跟他们打。我的喽啰都快用完了。你跟邪恶阵线打交道干嘛？我们要赶快去救你诺，然后拯救世界。这是艾泽拉斯史上最大规模的空战，所有人飞上天，我们必须尽快赶到达拉然。布莱恩，快飞上天，你看到什么了？布莱恩，对上腐烂之翼。那
家伙真是大到不行，我要骑他回家。死亡会占领整个天空，只要驯服过一只龙之后就都驾轻就熟了，对吧？投靠你的那些飞龙肯定不会有好下场。天空是我们的，矮人，就像驯服恐龙一样，只是比较大，而且会飞，还有会说话。腐烂吧！自大的巨龙军团必定会自取灭亡，腐朽崩裂。
是说巡抚一只腐烂的龙说不定会派上用场。等一下，那个安座是怎么回事？古罗在攻击我们的龙，请求救援。克罗米，对上史垮克。我不记得这次结果会如何，这样有点不妙。史垮克自由了，看见该杀的龙了。史垮克今天会很忙。你的时间把戏对史垮克没有用，我们得在这家伙伤害更多龙之前阻止他，把他们从天空拉下来，杀光他们。特殊的护甲，用量用真过。机会还手，打死蜡烛啦！
就是屠龙。时间暂停。你应该不会介意我连续行动两回合吧？你这个恶霸，尝尝青铜龙的真正力量吧！你的时间把戏对史夸克没有用。我们现在多的荣耀打，好少的时间。好的，探险者都会做好准备。条时间线终结大计，这倒是新鲜事，飞翔或死亡。大人，完工了。正是时候，完工了。巨魔的痛，巨魔的枪。正是时候，这倒是新鲜事。先是飞翔或死亡，你完蛋了！我快要没有时间了，真是讽刺啊！你的未来破灭了！
我来的时机刚刚好。完工了。你的时候到了，刚刚到。我方软脑。我们必须在他们复活格拉克朗之前抵达达拉然。翱翔号，对上滑流号。前方有敌方船舰，甲板进空，准备战斗。急转弯，把他们从天空轰落。调整方向，瞄准敌人。捉！得修好，我们一个都不能少。虽然不是真的炮弹，但勉强还能用了。
修补一下，我们得继续撑下去。来看看这是什么。沉得比石头还快。你真是帮了大忙！嘿嘿，这个不幸的状况啊。我们总算包围了达拉人，希望还来得及。